我刚刚摸了一下，它软软的。它是便条纸啊？为什么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明。合理吗？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志明从日本买回来吉伊卡哇的一大堆东西。这个明细条我吓坏，这是那张明细条。好，我这个完全不是为了自己，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超喜欢吉伊卡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就买回来有没有？开箱让大家知道说，到底在日本的专卖店到底在卖什么。然后我们今天会从里面抽出大概5到10位送给大家。没有，我觉得可以更多，可能10几个，然后大家。就是留言相关的留言都可以，然后我们会从里面随机抽。这总共花了48000，还退税。我最近追到100多集了，从第一集吗？对啊，而且它一集很短，一集都1分钟而已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中间有1-2样东西我有点私心，因为我是3只，我在购买他们的过程中，我其实都不太认识他们，我只知道有一只叫小巴，然后一只是兔兔嘛。不是，它叫乌萨奇。啊，乌萨奇，白色的叫什么？它是主角。它叫什么？它叫吉伊。哦，吉伊哦，白色我最不熟，我最喜欢小巴，所以我们赶快来开箱好了。好，我先讲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哦，这是讨伐棒，正版的笔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那个猫频道有开箱，就是用讨伐棒，然后因为那个讨伐棒是朋友送的嘛，对，然后就有人说那个软软的版本是盗版。柚子，接受讨伐吧。他没有反应。现在有出笔哦，对，超可爱的。好酷哦。笔多少钱啊？1000日币而已，还 OK 啦，比我想象中便宜，因为它有造型啊，有点雾面感，然后打开看看，哦，就真的是一支笔耶，蛮可爱的这个笔，但放在笔筒里不知道会不会很卡，不会，因为它下面是细的，正常的笔啊，不会难写的那种笔，是好写的，这种有时候它会很脆弱，你知道吗？怕弄断，嗯，那好好的爱惜它，这只有一支，1000日币，大家觉得如何？好，接下来是这个 Tomica 的那个车子。哦， Tomica 出了很多种车子。对，但我在现场只看到这一款。欸，你知道这只是谁吗？这个是第4个角色，比较少出现的，就不是那3大主角。对 对，他叫小桃。他是，然后听说他比较讨人厌，他就是会跑到你旁边说我可爱，妮妮，像妮妮。他就是一个情绪很高涨嘛，比较小三八。对他，啊，小三八啦，本人是飞鼠，蛮可爱。怎么会出小桃啊？小桃后面没有人买，这才多少钱？800日啊，比便宜耶。你看我买的时候，我连它叫什么？欸，但我们盒子要留着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些会送的话，可以就留着。因为小桃比较，你不喜欢啊？你不喜欢小桃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小桃有很多人会喜欢，是吧？但我蛮喜欢的。接下来这个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它是一个印章，它是小巴。哦，我讲它就是盖下去的时候，它就头就会探出来，很可爱吧？这只我猜应该比较贵吧？这只要多少钱？1300。比还要贵，还好哎，1300，因为这感觉有一个小公仔在里面的感觉啊。但这算小废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用不到印章，这个好像可以送啊。嗯，接下来呢，他们其实有做很多很多的盲盒。哦，然后有些盲盒就是每一样都有这种10几款啊、30几款啊这样子。这个呢，应该是一个小吊饰。这个毛绒的吊饰蛮大的，你看我手这样子，就是大概跟掌心差不多大这样子。对，里面就小巴哎，全部有8款啦。啊，它不是，它是零钱包哎，有2只小巴啊，结果刚好就小巴，一个就是这个脸，一个害羞，然后一个就是这个，这个脸啊。就是他们在吃东西或是很开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这种脸。你摸看材质，材质很好哎，哦，毛茸茸的。这个要900块，我觉得算蛮便宜的哎，900不是吗？是目前的价格好像都差不多，嗯，就是大概都落在这个范围，它跟笔差不多这样子。對對對，那我觉得蛮划算的，到时候送的东西就是都是会是打开的状态，就是因为我们开箱包装我们开过了嘛，对。接下来这个你觉得它是什么？我刚刚摸了一下，它软软的，这是什么？它是便条纸啊？为什么？你打开，你直接把它打开。它是有厚度的，你看它软软的，嗯，然后它打开就是一张一张的便条纸，哎，而且还是造型的哦，喔，就是你看你带着便条纸，你可以享受，你可以摸它那种滑稽感。这个多少钱？我猜500而已，一个500而已，怎么便宜？这超便宜耶，但超可爱耶。它戴在那个身上，你就会说啊，有便条纸啊，我拿起来，然后就这样拿出来，很可爱的，而且它。就是一个你用完便条纸之后，你还可以继续把它当一个小疗愈小物的感觉，搞得好像我们在业配他们一样。
再来呢，也是盲盒，盲盒它有三款，然后买四个，因为我觉得它三款都蛮可爱的。然后我记得我里面好像有一款我很想要拿到，你看这个图，你不觉得可爱吗？你看这个图，一款是这个，对，然后一款是这个，哦，还有一款是这个，对，就这样三款，你不觉得很精致吗？然后你就买了四个，我就想要有那款，这也是一个500，这也是他们，所以他们盲盒的价格就是大概是500块，对，它是好多东西哦，这个是哪一个？一次就是一整组哎，它这次是那个鸭，这个是鹅。你看他们洗里面小只那个，好可爱。哎，这是那个豆腐，有一个豆腐怪。哎，这也是豆腐吗？也是豆腐，哎，豆腐重复。最后一个你开，看会不会开到你想要的。没有，又是豆腐。我煮好这个豆腐了，它超多手臂的，这是另外一个鸭鸭怪物。我们就少一只哎。哦，那只猫的我想要哎。好了，我们这个会有两个那个豆腐怪的送大家。对，会送大家。然后下一个也是盲盒的，这个就是眼罩嘛。那，哦，我这个只买了两个，你知道吗？它这样也是有5款哎。耶，又是小巴，又是小巴，好可爱。你有小巴魂哎。欸，这只我不认识哎，这我还没看到是不是？100多集可能还没有。啊，它后面是这样子，魔鬼粘的。它的材质做的蛮好的。欸，所以它魔鬼粘就是可以那个哎，无论你的头的大小，它都可以。嗯，像我这种大头也可以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500。盲盒价都是500块，小巴是每一个品项几乎都有小巴，一定有吧？那三大主角应该都有啦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呢，也是盲盒，吉卡哇的水族馆，里面有一些扮相很可爱。你知道我最想要哪一个吗？你想要哪一个？一个是小巴的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金鱼的海豚呐，那只是海豚哦，它是那个啦，手指套。欸，结果这只小桃。没人气的小桃，它是小桃吗？是啦，我这只是，这只我也不熟啊，它叫什么栗子馒头啦，这只叫栗子馒头，它蛮可爱的，但是都没有我要的。然后这个是小桃，这比较便宜，这个一个400块而已。它底下有一个洞啊，然后它就是可以手指插进去，它是像手指玩具就对了。哦，手指可以这样子插进去，它下面有一个洞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人也是盲盒，yeah。 我觉得它超漂亮，它总共有8款、啊，亮亮的，而且它重重的。对，好，打开来吧。哦，不是哎，这不是一个，这是一综合哎，全都有，因为这是一组，好亮哦。那我就随便开一个。你现在假装你在抽盲盒，你看你会抽到哪一个？如果你抽到乌萨奇，就送你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是那个栗子馒头，它是贴纸，它是镜面哎，背后是一个背胶。这一盒多少钱？一个400啊！乌萨奇哎，说到你最想要的乌萨奇，噔噔是兔兔哦，还有小巴了，可爱。那其他就都可以送了，送给大家喽。好，这个也是盲盒，但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。这一盒500，那也蛮便宜的。它不是一个小书哎，它其实是一个夹子啦。它是一个亚克力夹，它把漫画印在上面。哦，然后这可以夹东西。对，我突然觉得它有点贵了，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讲不太实用。接下来这个我真的不懂它是什么意思。12款的東西。你觉得它是什么？应该也是夹子吧？也是500，它是夹子啦。它不是夹子，欸，它是个别针，但是它做得很好哎，欸，可爱的哎，欸，这个做得很好哎，欸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夹子好，它上面那个环有做出凹凸，我觉得这个很像真的饮料瓶哎，欸，好可爱哦，喔，回纹针，啊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别在你的背包上面，我觉得这个比夹子好，对，我也觉得比夹子这个很蛮有质感的。接下来这个也是10款哎，欸，对，然后摸起来算是偏硬的东西，公仔类的吧，这是又是栗子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跟栗子同？那么有缘，但是其实栗子馒头蛮可爱的，欸，不是啊，它也是手指娃娃，欸，基本上他们的盲盒或者是盲包都是500块，对，这个也是500日元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嗯，好，接下来这个就不用猜了，这个就知道是什么了，它有一个小巴在上面，它也有乌萨奇的，我直接选它，这个应该比较贵了，2680，哦，2680，它就不是盲盒的价格，比较有价，有一点价值，它这是一整只趴在上面的，好可爱哦，喔。欸，其实我同样有买另外一个手机壳的部分，这款是他们的手机壳，它当时是两个放在旁边的，哦，它是一大一小，欸，一大一小，对对对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手机壳是3680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比较一般，这就是玉手，但是他们除了出这个玉手之外，他们有出另外一款玉手，它是这种纸玉手，它应该就是可以直接放在什么皮包啊里面那样子，它里面是长这样子，就是很多小张的，然后你可能就是可以把它撕掉，然后就变成一张一张的这样子。这个只要400日元，400日，在这个很适合小朋友或者是常常半夜在外面走路的人啊，就如果人家对你犯罪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来抑制他们。它好像是这个要用力拉，好拉哦，嗯。
好大声哦！你把它弄下去，它才停的吧？对对，你试试看啊！好大声，好大声哦！很有效哎，这个呢，2280，还好，嗯，所以一个正常的价格。接下来这两个呢，它就是一个单纯很可爱的吊饰哦，它一样有三款，然后我舍弃了其中一款。你舍弃了谁？主角，但很可爱，很漂亮，很适合当吊饰类的东西。哦，蛮可爱的。对啊，做得很好。这个一个800日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就是不会太贵。然后重点，它里面有那个水，永远不会沉默。哎，对，它不会沉默，永远不会。好酷哦！这个很漂亮的东西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是它有六款，然后它是纸胶带，它纸胶带也是做盲包的。我们这就不拆了，我就直接送给大家，因为送给他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个100块啦。好便宜哦，台币才20几块耶，超便宜的。好，然后再来这个，这个有36款，这个有36款，这个盲包有36款、哦，这个好像是卡片啦，这个我们也不拆好了，就直接给大家。对，这个是150啦，这个也直接送大家。这个也是我们就不拆，这个它是别针，它有12款，好，这个是500，哦，别针比较贵，别针贵一点点。还有这个，它看起来好像是卡片贴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。这应该是像悠游卡贴之类的吧？这也直接送大家嘛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一中盒的，这是一中盒，它上面写的东西好像很有趣，它写都是讨伐的卡片什么的。它有40个，所以我买一中盒没有买到全部，里面一个200，所以这是3200。它长这样子，哦，很多个呢，很多个。好，来猜看看里面是什么？它有一点点厚度哎，对，它是有厚度的，它不是纸而已。哦，它里面有。不止一张啦，里面应该是全部啦。所以它虽然16组，但是它是3张放在同一个里面。它里面是有一片糖果的，我刚闻是糖果的味道。它每一张卡真的都不一样哎。哎，对啊，很可爱哎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，因为我当时就是看它外观，我觉得它是一个类似卡片收集的这种东西。如果你是集卡哇狂粉的话，你就很适合去直接一中盒买，因为你就不用那边抽。它每张图都做得很精致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文字什么之类的。这是咖喱耶，咖喱，然后还有小巴吃完脸红红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我很难割舍，因为它有三款，但我三款我都觉得太可爱了。它是3台车，而且3个主角都有。本来想把这只白色的。放弃，舍弃掉。但我后来想说，他好像是一组的，怕他在哭哎，你看他在哭，他怕我把他丢下来，所以我就把他带走了。因为在他们世界观里面，他们就是要存钱才可以买得起这些东西。这3只之外呢，我还有看到这2只很可爱，但好像是很红的系列哦。我不知道，他们穿这是算厨师装吗？厨师装。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啦，吉衣有吉衣，但我吉衣我没有买，我就只有买这2只，那他们很可爱。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。好了，以上我们就开完了，没开完了。对，其实还有几张贴纸啊。我贴纸怎么买这么多啊？我贴纸一张多少钱？贴纸一张300，好贵哦。贴纸反而蛮贵的，为什么这一张这么贵？它是不是有什么特殊？它有各种，还是它是闪卡？嗯，它好像就是一般的贴纸耶。那我要乌萨奇。哦，你要哪一个？那我拿这张。那我也挑几张留着，那几张送大家的。对，就几张送给大家。反正我这次呢，就是我透过买这些吉卡哇的东西，这个过程呢，就是好好的了解一下他们。我这次的收获呢是什么呢？我认识了他们3只之外呢，我又多认识了这只我以后去日本之后，或者说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会找他。栗子馒头，他是大叔嘛。爱喝啤酒，我觉得他是大叔啦，但我不知道他故事里面还有什么。然后啊，我还知道了小桃，大家讨厌的小桃，三八小桃。好，那以上大家就是留言，然后我们会抽出几位，不知道总共几位的奖品，然后我们会送给大家，然后就是随机送啦，不会说你要指定什么礼物。不能指定，随缘，看我们抽到什么就给你什么。留言就有机会哦。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